先别打了，我要流血流死了。防御点冰战火，防御点冰战火，你们防御点冰战火，帮一下防御，防御点冰战鲜活。OK，活了活了。收的。队长停车，我要流血流死了。我也快死了，开远一点，开远一点。哇，毛子在。我这估计没扔吧。自己人啊，我还以为是。看看有没有医疗，快下来下来，放个小地方，快快快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我这儿。OK。哇，我十分担心我的屁股。妈了个逼，第一个包没打上，我操你妈！就这种。你们现在那个防御点冰战火，帮着防御一下。这个天我感觉要丢。哎呀，59点，能不能赢啊？上车上车，快走快走快走，来快快快！倒嘞倒嘞，倒了！我们去拉姆里吗？还是？还有还有。一点元素流那个个支援什么东西？走嘞！救他！我叫他救他。有医疗吗？有医疗救一下。好。没有。打了，这他妈接不到。我的天哪！哎呀。哎。兄弟，怎么杀出去啊，兄弟？你去救，我看着呢，我看着呢。你一定要越正常的，越他才会有，你要越正常的，他才会越有可能所有人都有。对啊，你越特殊，他就。防御点怎么样啊？防御点在手，在手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人在哪，就具体位置，好像有特摄一直在打这边。别出去，守着那个路，进隧道口就行。嗯。隧道不进人了，全是人。进来。进步点还没拿下吗？没有。监控点报道，那个楼他妈的上面都是人，而且他们就榴弹往上打，知道吧？都是拿着枪在往上搜，这个楼必须要用榴弹的往上砸。拿着榴弹砸就步兵在冲，完美！我的天，他们两个队一个榴弹没有吗？啊！关键是他们的兵站在上面，知道吗？哎。谁在搞欧的啊？谁把他搞弄来的？
给野，第一个后面的白字就好，对，反面的问题会给野，然后下来反面的怪怪的，我去接个说啊，队长。哇操，那流弹挺大哎！嗯，对。屁股后面，屁股后面，是被屁股后面偷的，看一下屁股。OK OK， 我在瞄，我在瞄了。屁股墙边，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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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墙边，防御点的人，收收收收收。哎呀，没打到他。五队啊，五队他妈的，那你们那个小队员间谍，我操，给我们机枪铲掉了，铲掉我们产品机枪，没记住他名字，我操。不会是我吧？我刚来。你们记住的话没办法，记住的话我直接把踢掉，举报一波，我操！铲掉我们响挺机枪，我尼玛！我没说错，我们队的目标是拉那个地图上标的三个点，然后，有开车的话，你得要找个人跟你一块开。我不开车，我就弄个准星，我准星掉了，屏幕上面。我看一下瞄镜，然后贴个准星。还有这种操作吗？全活满活，然后跟我来。上一米塔大礼包，那你帮我 P 一下，我看一下准心。你别笑，我叫你吧，我在吃东西。专业医生建议，悬壶不离。来，上我车。我直接换筒子上车，看到车我直接停。好，我们遇到袭击，你们就自行下车就行了。你左两米。看到车跟我说一下啊。好的好的。你现在复活，你看到那个，咱们那个有个地图打开 M 键，地图左上角一个禁止的那个，你去那里面全是车，就随便打。是在第一个点下。有谁支援在第一个点下？好吧，那就小网虫你吧，小网虫你在第一点下哦。小网虫，在吗？在。好吧，小网虫你在第一个点下吧，然后我回来接你。你把你想要写的要打。走吧。谁在第二点呢？
那就可爱的小猪，可爱的小猪是你吧？行吗？我吗？对对对，我咋熄火了？我是筒子。那就车上另外一个吧。S L， 啊，对，好。可以下了，可以下了。我就开始打了，来下车。他补给卡就上去了，你要不要包哥？这四队子部队来这边有点有车身哎，车身，90，就在前面，90，前面又来了，一个补给卡，我马上到，看到了，050方向，停了，看不见，先打了。拉起来了，一对，两，哇，他们三掉，七二，右边有人跑了，右边有人跑掉了，我这边看不见了，打死两个，行，我先把点爆吧，还有一个我走，不用跑了。你们这不是拉点吗？兄弟，你们都没拉点。掩护一下啊！右边，算了，换个人吧。那个皮杆，咱们往回走，上车，往回走上车，然后这个就不让小网虫了。这个他不会念，一堆这个什么乱七八糟，这个不会念的那个，你在 A 地点先留着吧。功夫不好，功夫不好吗？对，就是你。功夫不好，我操！可以，然后三跟我先上车。我没有土了。功夫不好，不要。对，三哥，我来了。哎，你可以叫我老逼呀、啊！这是美军进剿完的吗？我没看，我刚才那桶子是没炸到他还是什么？都打在屁股上。没炸到。都炸在屁股上了，为什么显示没炸到？可能被树挡了吧？他会这种操作？一般炸了会解吗？然后着火呀？他那只露一个屁股给我炸，我炸我谁最加速了？算了，等着也拉完，咱们一块走吧。这点还是哪？你可以叫我老逼呀、啊。我跟你说，你可以撤我这边的小心点。刚刚有个美军的。你们谁拉点啊？哎，你们都走到谁拉点？啊，原来是老逼，我操！是啊，我是老逼呀、啊。你。我都是快，我说这个企划的名字这么的眼熟，我得走，好久不见啊！让给你，这边有个美军桶这边跑掉了，好像没有了。我过去看了一圈，好像没有了。我看着他跑的，哇，这丝挂更新怎么更新的这么漂亮啊？
很屌的啦，现在。对呀、啊，很优化，很多位。还有 M2 了。队长，什么指示？F O B 点有人吗？不知道，暂时没遇到。收到。没进，这进去真的不行。这个他妈的，这个他妈的，这是九十度，还要往前一百多度的脚，他都爬上来了。这辆车居然能开上来，我操 ！FOP 点在拉吗？啊，不，没有，应该没有人。在这个点在拉。算了，不玩骚操作了，咱们去 FOP 点。我的载具都可以啊，居然敢压三零 Striker。这个点还有五秒，四、三，啊，再增加五秒。对，尽量快点。下面那个点是了，下面那个点没守住。一秒。说明他们没人。这点还没开始拉，说明没人。OK。我去这边这高楼上，有没有下 Bob 啊，队长？队长放个 Bob， 然后再起个冰站。收到，我们这没有补给。铲子我拿出来啦！我们小队的在 FOB 点那个就近散开防守。啊，有没有原挖一个体的？上来挖一个掩体的，高楼上他们搞。都没有了，步枪兵应该可以挖一个沙袋。算了，这个点不好。这，哎，补给卡四队是不是凉透了？不知道，队长守队语音问一下。我这卡最开始应该到了 FOB 点那个来挖冰站的。哇，还是一个。他们在互相推锅呢，他们现在的。咱们散开防守，尽量在点外防守。点内的话，对，就一个人跟我就行了。然后下面被拆了。你们点还没拉人吗？我中枪！五分之一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175方向。Medic， 你差点你就死了。Thank you。你就差一丁点你就死。福大命大。我操！别放空。别放啊！我们这里。这个图可以守住。哇，推车这么嚣张，在你们那边打我，在我这边，在我前面，我打烟了。先摸掉他，打烟不用的，打不着我。我进你的时候顺路，来，拉起来。我在家里头了。靠车应该就在我的探头上。就感觉卡住了呀！没有冰站，你这个冰站趴着，神奇啊！趴着应该都过。他进我们屋里边的，偷我的这个大号里面。队长重新建吧。别出来！队长重新建。要重新建吗？挖掉，重新建。挖掉。你这个太二了。挖掉，重新建，快！趁他们没，再赶紧来重新建。你舍不得扔啊？上边，谁有个冰站？啊，冰站要重新建了。我只有这边。我们
我们挖掉，挖掉，重建。那就挖吧，快放飞弹，新建一个，新建。哇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队长，你准备一下，我去偷车。你就点这个子吧，就点这个地方。让他对方打我。你随便点他对象，对长，队长，他们又卡住了，只能建一个了，队长。队长准备给机场推线。对，你们这么赢了，哎，对。机场，我再建一个，我再建一个。快点，等一下吗？搞一下。都说准备好啊！队长，给机枪取线。没有枪出去，点了。那三千炮对着我的视频上，全他妈是人。红烟多，回去吧，别放外面啊。别放。好，再回家。没拿车算吗？没拿光，我跟他换啊。我。好吧。这个东西拿车出来了。他们那有个小背包。知道。哪个东西小背包？我的孩子，我靠上去了。队长，需要这种枪吗？有机枪，有机枪，有四。我这边趴着把它挖下。我哪一个？或者趴着把它挖下。这个吗？等一下。因为其他字体不适合，你看像这个是最标准的。别。红烟，都别放下，都别放下。越花越乱。我是不是有事？是，对对对，我们班主任要用矿物头盔。哦，好，这样可以吗？颜色不能这一组吗？对呀，我怕你名字的话，他太抢眼。但他原本是，他原本。谢。还需要补给吗？需要。我看不见。不管，但要1500才。然后把车开了就行了。没钱哪去？还要再等一天吗？家很乱。我不用挖了，都下来了，我在房顶上找找。你要用那个拉？谁让我们出去打了？
你妈的，好多人。医疗，王大顺，哎，你们可以来外面野区救我一下吗？山区，你看一下地图，右边，看一下地图右边。你们那个，我过来了，方哥，三个好，我们上路可以。我在右边，王大顺，右边，现在这情况就是。没事，我都过去了，怎么办法呢？大哥，你好像走错了。把楼梯推，谢谢他身边还有一个人。他身边有一个人。哦。他有这个反击炮啊！你们是不是去这个义乌兵吧？是不是反击炮啊？要推的话，就逼到我这边炸一个。那边忍一个。人还是挺多的，他那个位置你行点，你救我小心点，我趴着趴着打你，趴着去，我趴着那个自己的位置，不要抽烟，不要抽烟，不要抽烟，我那衣服，不要抽烟，我打烟，打炸了，打炸了，不是四村社，是那个什么？黑天帅号，采集方特色表现。还需要盾牌吗？需要，剑三还需要，还是500弹药，1500弹。他们从81方向打过来了，在我脸上。他们从81打上来了。别放弃啊！他们从哪个方向？81。王大顺，在我脸上有人。收到。我死了。队长，你专门放个包去呗，我们慢点发。这里边太多人了都。王老师你死了，对不起。医疗快来医疗，都别放弃啊，死的都别放弃啊。医疗先进里面的，我把外面打烟。我这边有特色，哎，尸体也打了，尸体。别放弃，老队长，我们去放个班吧。哎，掉了这个。咱们双五四方向，一旦砸的位置还有人，术后有三个。哇，死这个，哎，对，154。打到我脸上，没答对，飘一下，飘一下，点在谁的脸上？我的脸上，步兵吗？步兵，好，我要。就一辆哈车是吧？
有步兵。哇，有步兵，很烦。小天的打出防御点，打出防御点，往 N 点进发。先，我见你比较偏。先这个林此处山头，先占领大宝剑方位山头。OK。医疗看到那辆悍马了吗？这个悍马开走了没？不知道。开走了吗？医疗。还能听到他的声音。他还在，他还没走，没走，没走。我快了，我附近跟个包，我快。那个特搜打死了没？我翻车了。是的。翻车了，这是踩轮子。我在跳。你那个普通的步枪给你放个一的。没地枪，你给人钱的。广东的，我爱家。黄叉叉，我们本来也要做的。哎，一炮！哦，坐得上可以现在。哈哈哈哈哈！注意枪位，注意机枪位。我们进发的时候，应该炸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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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炸了！漂亮，漂亮！撩兵救，撩兵救下。然后我跟个炮。下面炸了，那个炸了，那个房子里面有人，有下面有人在点我们，有人在点我们。对对对。那边是个小绿包啊，队长。看你那个房子里面有小绿包。我爬过去了。看到标记悍马啊！标记悍马啊！我脸上放了，放三了，在我脸上放三了，好几个，四，好几个。把我救起来，放给弹药箱，然后我没有捅了，我没有捅了。我知道，我说我救起来，我把这放给弹药箱，我可以补，我可以补。OK。我脸上放三了。是哪里点我？上三了，我脸上上三了，听到吗？我脸上上三了。听到了，听到了，没有通知，没有弹药。弹药箱布置了，弹药箱布置了。然后我就上三了。第一边上三了，不是他妈车上来了。谢谢谢谢。还是表扬的。我操，能录个头。表扬的。那除了我一个光标，还谁是光标？那不是光标，就换个医疗嘛，那还可以一看人。有四个步兵，除了我们两个是光标的。倒了，倒一个，倒一个，倒一个。我出去信箱。上来的步兵一个，上来的步兵一个。291放下，看291放下。刚才291，好的好的，我操我操。完了。从我脸上上来的步兵一个，丰富。收到，然后就这样。你是哪里倒的？技能精干，表现优异。谁在我这边标了个兵站？马吗？没有兵站。那个屋里面，那个小屋里面，那个小屋比较大的地方，可能是个兵的。不知道是小地方，觉得那人出了好几个。学术成就表现。我打烟哦，打烟哦，打烟，我们往下冲。这也太酷了吧！我的天哪，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死的，真的。就死了。你救我，救我，救我，救我！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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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对着车帮我撞一下车。对面车炸完了吧？对面悍马车炸完了吧？不知道。刚刚那个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让一队的车帮我撞一下，把车撞回来。好的，好的。我起来。看吧。出类拔萃，博大精深，集思广益。描述人的智慧，悠悠之智多谋。
我叫他，叫他了。好的。换个特色啊，省得挤的可能。后补位置吗？滔滔不绝，压力。这个头机枪没怎么帮个倒忙，把车撞直接撞成正头朝下。再撞一下吗？头朝下还能撞回来吗？应该可以。有的时候撞你车直接就飞了，知道吧？没撞出来吗？还没有，还没，他要去修车，他搞不了车。嗯，那我回去，我开车回去帮你撞一下。面善心恶，天理良心，居心不良。什么？好厉害！得心高。还有个特色。没有的。强强。乐视。有两个桶子在截我们几路线，在第115被我打死一个，还有一个桶子。收到收到。啊，这个桶子。第一一五。第一一五，好的。德福人。有存得到吗？我这个位置往上面坐。奴才兼备。我跟你讲，监视就那个热心会。
这个这边这个是几队的队长？五队的队长，他怎么死了？问他，他话也不说一声。现在我看我们队员呢，光点在进点，进点的，进点的，防住点，防住点，进点防守，进点防守，进人的。海炮这边有不敢喝的，东边进来的，那边有个缺口没堵上吗？应我脸上有个补给卡，让三零炮过来打一下。收到，收到。就在我脸上，一个运兵卡。北边山上也有人，北边山上。对对对，你看我们标记的位置啊，我给你们更新一下标记位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新标记位置。江淑媛，淑女的淑。喂喂喂！呜呼呼！在！防守点基本包围了，进我们死的就在边上。等一下啊！他这个那就。这个应该是补给卡，我知道吧？觉得他们不是你两个都干啥去了？他们北面已经往往有啊，已经停战了。手游啊，差一点。对啊，我靠，你一直没玩的，我有。那你谁玩的？谁玩的？你吃鸡啊？我不地呀、啊。三零炮把我们家的补给卡给打炸了啊！我地。打哪个补给卡呢？我操！神了。我过来告你的事儿，这都给他标出来了，他把自家补给卡给打了。哇，怪手不补给啊！你饿吗？老 A 不干了。你断了。牛逼牛逼！老 A 不干了。老 A 不干了。白白送了十分。混吗？现在一般没有队长。他这他妈的，让他打谁了？要不然把自家补给卡给打。老 A 去 OW 了 ，OW 了。来看我，你来看我。OW 到 OW。你们实在是乱。他去 OW 了。对。他跑那边干嘛？他去了当 OB 了。现在没有队长。什么？现在没有队长了。现在没队长啊？对，那就配凉了吗？那你上来当队长啊？我还当什么队长？我当队长，我也不当。那新来那些人都不认识我。那看谁认识多一点的，谁就当队长喽。六堂对吗？不是啊，为什么他不当队长了、啊？他一直没人玩嘛，然后完事儿。他跟队员骂起来了，跟一个新来的骂起来了，他就不干了。这么霸气呀、啊！对呀、啊。哎，那新来的也没有很惨。没有啊，新来的老徐把群主给他了。老徐把什么给他？这个群主。整个群给他。对。给那个新来的、哦。对，我操，事情闹那么大，啊，果然感觉快凉了嘛，所以说我想退了。那老 A 现在都去哪边 ？O W， 他要去 O W。这新来的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啊？不
知道啊，这是我都服了。我怎么搜索不到服务器？我不晓得。小李子也在这啊。嗯。我和小李子也在这。在吗？我不知道啊。还是谁？我不认识。小李子啊。小李是我谁呀、啊？那名字要不稍微更大一点？不用了。哎，没东西，我去玩手机了。肯定要个粉的呀。你一直没玩电脑吗？有啊。玩啥的呀？手游啊。电脑，我是一直没玩电脑吗？有啊，电脑玩手游，嗯，用模拟器啊。那是天堂，这天堂，我咋没有找不着这游戏呢？啊，不是啊，你今天怎么没有跟那个谁玩？那女生叫啥名？忘记。她今天有课。叫小崽儿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对他是逃课，昨天还玩了。哎，你怎么没有跟找一句 O W？ 我也想去啊，都我走了，好吗？有啥不好的、啊？等我过两天吧，找机会，你去不？去啊，我就是跟着老叶走的、啊。好。我等下再打算问他是怎么一回事。嗯。他能骗别的猴子学生气啊？他回话了吗？没有，我在吃饭啦。我说等一下。哦。看老 A 要不要帮我们引荐？啊，老 A 跟他对喷，为什么是老 A 退呀、啊？直接把那个新人踢掉不就好了？老 A 他那时候就生气了，他都已经有不想当的念头了，之前都说过了，就没有人玩游戏，嗯，基本没什么人玩，要完事儿。还来个这事儿对骂，就他就不当了，他就走了。老 A 因为这件事被骂，谁骂他？很多人骂他，很多人骂他，教堂凳子啥的，大家都骂他。啊，说他说什么玩意儿？说什么他 O W 给他好处了，让他黑黑一漫，然后让他去 O W 当 O P。要你骂他啊，那两码子事情怎么让混为一谈呢？邓子在想什么、啊、不知道，他有病，他们俩小孩都没成年，那俩有病，他俩妈电视剧看多了好像。嗯哼哼。那时候你在吗？他们在骂的时候我不在，他们在游戏里骂的，但我有那啥，我那个照片，我看看还有没有啊？应该删了。可以发 QQ。什么事情可以闹得这么大？不知道啊。
请人家做，花钱请人家做。我从以后是会要做花钱招人做就好。我还是连不上福气，我靠！哎，东北现在不冷了吧？不冷了，不冷了，三十度了。哇，你那温差那么大啊！啊，一个多月前下过雪一场雪，然后现在贼热。不像我们这里啊，冬天25度，夏天30度。冬天25，夏天30。加个5度而已，日本差太大了。你好。吃蛋清肠啊！并决定跟他回家。给你发了。教堂，他跟教堂长期吵起来哦。他这老外退队之后，教堂骂他了。教堂不是也不怎么在玩了吗？对，小孩儿他妈傻逼，我就觉得。我气哭了，老爷都，你这不当队长干啥呀？你能给我气哭了都。没关系呀、啊。你不当队长了，然后晚上都走了，然后晚上他妈就聊了。上上了几个新人，傻逼，贼鸡巴凶。啊，他又不会影响到你的肚子，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，但影响到我的心了。嗯，没这么脆弱吧？有，你们是强国人呢、欸，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啊！我也想。我说的是不是？是。多少？那我想，我操，我玩这么多年了，玩将近3年了，我玩都一直老爷带我们玩，而老爷一家退队了，就没人带了。超过三年的吧？对，3年多了。没关系，我刚进战队没多久，老爷接队长了，就一直老爷带，现在。你都这样了，不得劲儿，心里。嗯。我的青春都在一漫上了，我心里不得劲儿啊。没关系啊，反正一漫还有其他人啊。有谁呀、啊？没谁了。你不敢喝汽水了。来，你嘟掉就揍你，要不要？你们还敢喝汽水吗？他会吐对不对？啊，我打算问戴维开好了，你帮你小声一点好不好？